记者蔡宗宪屏东报道。 Kit 林柏生暌违两年重返垦丁泡泡趴，与许维恩五年感情日前告终的他，主持过程不断自嘲，面对当地学童拥抱也大叹哥哥很需要拥抱，甚至对一名混血女童关爱有加，坦言我就是喜欢混血儿啊。Kit 堪称垦丁泡泡趴专属主持人，活动重返垦丁仍由他搭配温妮及 Ellen 黄玲媛主持。昨暖场宣传时，受邀体验泡泡的垦丁国小学童疯狂拥抱偶像 Kit， 他开心回应需要拥抱外，也强调宪哥吴宗宪要他振作起来。主持过程 ，Kit 对一名中法混血的女学童特别关爱，被质疑是否想起同是混血儿的许维恩，他也苦笑回答：每个人喜好不一样，有的人喜欢偶像，我就是喜欢混血儿啊。对于有人说他南下取暖，可能因感情受挫影响工作， Kit 强调工作就是工作，感情就是感情。主持泡泡他有一大堆比基尼辣妹，还有超嗨的比基尼摔角，真的超暖的，表演一定全力以赴，没有牵挂，不负他封面仔的称号。